接着往下说，姑娘，金鸟牌坊把饭条放在地下，身上的雨水拧干，一声说道：“苍天龙天，手遮着天花面镜的方向骂了声，我到的昏君呐！”万岁正在这坐，哟嘿，他都这样骂我，难道说他认识我？又一想不对呀、啊，我离开天花汴京的时候，这北门朝文武八大朝臣九经四将龙子龙孙太子太子，不，我都不知道，他都知道我叫万岁呀、啊！不行，我得上前握上一个。姑娘，贫道这里有礼了，有礼相还，从不贪别人的亏待。老道长，你是不是迷了方向，向我问路的？万岁说不是，你是不是看着饭条里有饭，向我讨饭呢、啊？还不是，好你个道长，你走南闯北，你都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男女有别爱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为何我失礼？姑娘，我刚才听到你喊苍天龙天，常言说得好，为人不喊天，喊天必有冤，你有什么冤枉在身呢、啊、道长，你要问我的冤吗？比天还高，比地还大，比海还深。你既然有冤枉在身，陈州城周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你为何不去告状啊？俺这陈州城官都脏完了，都混完了，难道说连一个清官都没有，连个拉萝卜棍都没了？啥叫拉萝卜棍啊？如涂着半截是白的，露出涂着半截是青的，半青半白，连个拉萝卜棍都没了。万岁皇爷个心中暗想：可坏菜了、啊！我这包爱卿在南茶院，难道说他也真脏了不成？姑娘，我听说从天花汴京来了一个黑脸老包，他是清官还是赃官呢、啊？咦，你要说包相爷呀，那当然是清官呢、啊。那你为何不找他告状啊？你看起来你也是不是俺这此地人，小孩没娘，说些话长。像当初啊，俺这陈州城大旱三年，寸草不生，眼看着老百姓就要饿死，多亏了包相爷带来万袋皇粮分给俺这老百姓，才没有饿死。俺这老百姓陈州城啊，都是敬的是包老包爷，都不敬财神爷，给财神爷有的扔到大路上，有的扔到粪坑里。我人家用金子做个老包相，放到桌子上，一天三遍叩头叩烧香问好问安，那是个金老包爷。二等人家用银子做个老包相，放到桌子上叩头问安问好，那是个银老包爷。三等人家是铜，四等人家是铜铁，五等人家俺那有面吃，俺那和上一大块面。做个老包相蒸熟以后啊，放在那桌子上问好问安，那是个面老包爷。依你说来，他是个清官，当然是清官了。那你怎么不找他告状？俺告的是大官，都没人敢给俺写。哎，姑娘，今天你给我说说呀，我就有胆给你写。咦，我给你个老道说说有啥用？给你老道说说呀，还不如给俺家那小花猪说说，可怜可怜，蹦蹦叫两声的。咦，姑娘，你别看我是个云游老道，我呀会写状纸，我写的到状纸到衙门去告状，一告就赢，一赢到底。姑娘，搁心中暗想：天还在下雨，不然我给他说上一说。道长，你听。